对我也越来越不关心。让事业前途人民币增见鬼子！我今儿就当门名义的，专门在家伺候老婆。好的，接下来请我们的揭晓嘉宾为我们揭晓荣誉。最佳荧幕情侣，获得2010秋季电视剧互联网盛典最佳情侣、最佳荧幕情侣奖的是电视剧《一起又看流星雨》中慕容云海与楚雨荨的扮演者张翰和郑爽。恭喜张翰、郑爽，有请二位登台领奖。一样阳光的笑容，一样灿烂的青春，楚雨荨和慕容云海童话般的故事绽放荧屏，而他们默契的演出也是荧屏外观众为他们心动的理由。我们再次感谢刘湘导演和他的夫人为我们的获奖人颁奖，谢谢二位。请二位一对新人发表获奖感言。那首先很感谢搜狐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这一对荧屏情侣的认可。那既然搜狐已经认可了，还有观众已经认可了，那我们两个呢现在在上海拍摄一部有关于极限运动的新的电影，那希望到时候搜狐可以为我们的再一次合作大力宣传，然后希望喜欢我们的观众可以走到戏院看我们的电影，谢谢。好，郑爽，还是说他的话完全能够代表你的话？我觉得可以代表。哎呦，你看看啊，要不怎么想两个人就是最佳情侣就那么配对嘛。我也站过来跟郑爽站到一起，特写走过来，其实呢就好像是兄妹，那他们两个呢就完全的是情侣。接下来啊，你们现场有粉丝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二位啊，接下来我们把粉丝请上场，有请。来，有请二位。哎，他们两个其实呢也是一对情侣，那不是啊，开个玩笑，其实呢是喜欢二位。站在这里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贾超。大家好，我是小雪。哎，都带着范儿的。Hello， 大家好啊。接下来呢知道你们准备了一个小的片段，因为啊所有你们的粉丝影迷其实都记得你们演的每一个感人的桥段，他们呢要在现场重新演一遍给你们俩看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原版是怎么演的。你先说，我最后见你是什么时间？今晚的原谅给我一些时间，我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一直都是真的。好的，刚才那一段非常经典，现在二位再来看谈情说爱，特别是在这样的场合会觉得肉麻吗？没有。没有，那我希望你们的粉丝也一样有你这样好的心态，因为他们马上就要上演这一段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台下好多大腕啊都在那看着呢，没准下一部戏就有着落了，好好演，加油。来，要喊一下啊，导演三二一 action。 你先说吧。我跟你说哈，就恢复记忆之前的事儿，希望你能原谅。你过一点时间让我解释给你听呗。还有我告诉你哈，就我的心里边一直都有你一个。真的？真的。行，你手咋嫩糙呢？等哥回家给你摸一点大宝儿子奥地利。去。那天你在我们宿舍门口，然后叽里哇啦喊那么大段，是真的吗？哎呀，别提了，丢死人了。嫌丢人是吧？行，你别理我。别，不是，只要你能原谅我，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再说一次。哎，丢人，多丢人啊！下来。哎呦，自己加戏啊。
各位同学，大家听着，我现在要郑重的宣布，我慕容云海回来了。在慕容云海的眼里，就楚雨荨一个人，这就意味着慕容云海和楚雨荨要重新开始，永不分离。亲爱的，这块有点微高，你能扶我下去吗？演完了吗？演好，可以鼓掌了。哎，以为你演的是张翰，没想到原来你选的是小沈阳啊。我也不知道张翰和郑爽怎么样评价他们两个人的表演。觉得大家非常有创意，把一个电视剧的片段改编成一个很能活跃现场气氛的小品，感谢大家。哎呦，说得好，来张翰评价一下。那我觉得两位粉丝呢，就是表演很有创意，然后其实你们两个很具有突破性，能够把我们俩诠释的角色呢，然后突破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谢谢。好，谢谢，很高的评价了，能当着这么多大导演代言人演成那样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也请张翰和郑爽为他们颁一个奖，就是我们搜狐的小狐狸，跟自己的粉丝亲密的接触一下。好，谢谢，来有请。同时我们也感谢二位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希望以后呢能够多多的演出好戏，无论是在剧里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希望二位甜甜蜜蜜，和和美美。来，有粉丝要送礼物了。好，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谢谢。好，谢谢张翰和郑爽要在我们的荣誉榜上签字留念。让我们再次恭喜两位年轻的演员获得这样一个殊荣。爱情是两个人的对手戏，生活是一群人的协奏曲。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互联网上，大胆创新永不言败是制胜的法宝，而开放平等协作分享则是永恒